一个人相信某件事情的存在，他的心态就会转变。心态非常重要，因为心态决定了你的命运。有一个人，他楼上的邻邻居去年到泰国去旅游，买回来一瓶药酒，里边有一条小蛇，泡着一条啊小的眼镜蛇。 他每天坚持喝一点，一直跟邻居炫耀说：“哎呀，真有效！自从喝了这个药酒之后啊，你看我身子骨啊越来越好。”邻居呢，感觉他哎很有劲儿，啊，的确好像比过去有精神。哎呀，这一段时间，感觉他，啊，他自己都感觉他自己好了，好像年轻了好几岁。 有一天早上，他碰到了邻居，他说：“哎，酒喝光了。”他说：“我想把眼镜蛇取出来，再煮点汤喝。”没想到一看，那是塑料的眼镜蛇。人生其实补什么不重要，心态最重要。 当你相信某件事情，你会在精神上得到满足。如果真的是一样很好的营养品，你不相信它的作用，可能也起不到百分之一百的辅助你身体的效果。所以，生活里的后悔，一半源自于你的生活本身，一半源自于我们对待。 生活的态度啊！